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？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我知道犯人是谁。组长在他徐美小姐的青铜烛台上找到了指纹。吕文珠小姐，可以拨点时间跟我聊聊吗？ 第一次跟哥哥结婚的女人，她是个没水准的女人。她这么说吗？不止连一毛财产都没有，只要一看到男人就像花痴一样爱的要命。跟这个调情，跟那个调情。南湘笑小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正在度蜜月。什么？东森戏剧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我的秘密饭店》。